Word 图表给 PowerPoint 使用。假设我这边做完，哎，我在这边做完了呢。来，按右键可以复制。啊，来，把 PowerPoint 开起来了。PowerPoint 简报开起来，第一件事应该都是先选哪一个？布景主题啦。啊，当然不会做到第一题啊，应该做到第二页吧？第二页加行政投影片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加图表。那我已经有了，我们把框框删掉，来，Ctrl V 贴上，就可以过来了。OK 吗？哎，在这里一样可以做修改呢，啊，那一样按两下，开起来都一样。你现在看到这些，刚是在 Word 做，现在是玩意叫 PowerPoint 的，这些功能都差不多。那老师怎么变斜线？我点到这个，它就填这个了，因为我刚点的是这个，有时候是线的问题，哦，这是线，这个，功能都一样，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一样，所以两边是通的。那一样的道理哦，如果老师我在这里做呢？我再加一页，我图表在这里做，你点起来你就觉得很熟悉啊。我们刚刚练也是组合图嘛，啊，把这打勾，这里改成折线，确定哦。又到这里来，把这个删掉，那吃掉我就不改了。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你今天做完的，在 PowerPoint 做完的表图表，我想要用呢，那再看一下，按右键把它做什么，复制。我回到 Word 来，Ctrl V 贴上，不颜色会跑掉哦。颜色为什么会跑掉？我想告诉你，这里有这里的色彩配置了。我们刚选的这个设计标签，颜色彩，那色彩跑掉，在这边再改就好了。我想说，这些软体都互通的，不是说我在 PowerPoint 做完表格，在 Word 哇重新打一次好烦，你就复制贴上就好了。